过啊！不干了，这回给帮忙的。哎呀，你们大个乌龟啊！乌龟，乌龟，乌龟啊！这么贵吧？要么骑慢点啊！过来啊！哎哎哎！那条鱼哥，啊，我下去捞个。哎呀，那鱼还是活的吧？活的不？你肯定来的，肯定钓的很鱼哟。他不骑的，他也不骑的，你嘴张得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了没？没有。这回，哎呦，究竟270块钱买，来给你起个大钟，装个箱来，给他吸个热水澡，80度的热水，哇，你这么大的东西啊！疼一下，把上面那层粗皮撕掉。哇！哎呀，那个爪子也不要。哇，好硬，好尖。那种粗活也把它不要，哇，看到了。开始把它劈开，哎，看懂来了，好，看不看懂啊？你要看懂啊？这刀子，现在把肉就剔下来，哎呀。太难了，清洗了大半天，现在就把它剁成小坨坨。呀，嗯，壳还比较硬。可能就四个腿肉多一点，瘦肉比较多。嗯，尾巴好硬。这个皮跟那个鳄鱼有点炒的有点香。冲水一个，焯个水，冷水下锅，葱姜料酒去腥，切点配料，大蒜泼一下就行了。青椒切一点，泡辣椒，大葱，
捞出来咱洗几遍。油温七成热，把鸡蛋炸一下。把鸡蛋炸至虎皮状。鸡蛋捞出来。再烧点油，猪油来一点，大料下锅炒香，花椒、辣椒、香料，稍微炒辣一点，下鹅贵。酱油来一点，鹅贵肉炒香了，高瓶啤酒。再来一点清水，盐、糖、胡椒粉调个味，盖上龟壳，让它煮。把鸡蛋下进去煮。可以起锅了，先把壳壳放下面。哇，好大一锅！小葱、青椒来一点，锅盔来了，开启。他这个还是熟肉开的，还是熟吧。嗯。嗯，我去，还是尾巴。嗯。哇。搞十五个鸡蛋装里面的，十五个。哎呀，高蛋，高头抓住。嗯，回来高头。我搞条鸡蛋了。嗯嗯，这鸡蛋炸下来，它皮好细，不皮掉。嗯嗯，好。他们那个带皮是好吃啊，它糯的。嗯。嗯。嗯。爱屋，爱屋也比那个好吃，比那个臭味上入多些。外来物种。这玩意儿蛮贵的，3块一斤。这个。嗯。3块钱是不算贵啊，还没干。九斤就200多块钱，270。因为它还是熟嘛，要不来呗。嗯。他们那个那个会长几百斤呐？老，反正老板说还有大的，我想买菜把两个吃完。把饭和了，和的一都没大的。那饭和了，饭一百块钱嘛，和了吃完。他就是霸王，别人都吃不了他。撑着，嗯，我把撑着了。嗯。
고죠. 이거 뜨는 또 나를 씨 사고 싶어. 다른 분은 보통네? 그래, 넌 진짜. 花椒好嘛，还要吃嘛？搞那么久还蛮香的。太逗了，那花椒。我觉得咱皮真好吃。跟炸鱼的那个壳一样的。